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Xi Ji by Mark Kienzi.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Title, Xi Ji. Author, Mark Kienzi. Release date, January 10, 2008. eBook 井号 24226.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 set encoding, UTF-8. St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Xi Ji. Produced by Kuo Chao, Yu. Shi Ji. Sima Qian Zhe. Ben Ji. Shi Ji Wu Di Ben Ji. Huang Di Zhe, Shao Dian Zhi Zi, Xin Gong Sun, Ming Yue Xuan Yuan. Shen Er Shen Ling, Ruo Er Nen Yan, Yu Er Xun Qi, Chang Er Dun. Min, Chen Er Cong Ming. Xuan Yuan Zhi Shi, Shen Nong Shi Shi Shuai. Zhu Hou Xiang Qing Fa, Bao Nue Bai Xing, Er Shen Nong Shi Fu Nen Zhen. Yu. Shi Xuan Yuan Nai Guan Yong Gan Ge, Yi Zhen Bu Xiang, Zhu Hou Xian Lai Bing Cong. Er Chi Yu Zui Wei Bao, Mo Nen Fa. Yan Di Yu Qing Ling Zhu. Hou, Zhu Hou Xian Gui Xuan Yuan. Xuan Yuan Nai Xiu De Zhen Bing, Zhi Wu Qi, Yi Wu Zhong, Fu Wan Ming, Du Si Fang, Jiao Xiong Pi Pi Xiu. 出虎, 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三战, 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 不用帝命。 于是皇帝乃, 真师诸侯, 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遂擒杀蚩尤。 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代神农氏, 是, 为皇帝。 天下有不顺者, 皇帝从而争之, 平者去之, 披山通道, 未尝应居。 东至于海, 登完山, 即代宗。 西至于崆峒, 登鸡头。 南至于江, 登雄乡。 北逐昏。 周, 合浮釜山, 而易于涿鹿之阿。 迁徙往来无常处, 以失兵卫营卫。 官民皆以云命, 卫, 云师。 至左右大监, 监于万国。 万国合, 而鬼神山川风禅与卫多焉。 或宝鼎, 迎日推家。 举封后, 立木, 长仙, 大红以至明。 顺天的之际, 幽冥之战, 死生之说, 存亡之难。 石波百谷草木, 纯化鸟兽虫蛾, 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劳情心力耳目, 皆用水火。 财物, 有土德之瑞, 故号皇帝。 皇帝25子, 其的姓者14人。 皇帝居轩辕之丘, 而娶于西陵之女, 是谓雷祖。 雷祖为皇帝正妃, 生二子, 其后皆 有天下, 其一曰玄霄, 是谓青阳, 青阳降居江水, 其二曰昌邑, 降居若水。 昌邑娶蜀山, 侍女曰昌蒲, 生高阳, 高阳有圣德焉。 皇帝崩, 葬乔山。 其孙昌邑之子高阳立, 是谓 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 皇帝之孙而昌邑之子也。 晋渊以有谋, 疏通而知事, 养才以任的。 宰时以向天, 依鬼神以治义, 志气以教化, 邪臣以祭祀。 北至于幽灵, 南至于交趾, 西 至于流沙, 东至于盘木。 动静之物, 大小之神, 日月所照, 莫不抵数。 帝颛顼生子曰穷禅。 颛顼崩, 而玄霄之孙高辛立, 是谓帝喾。 帝喾高辛者, 皇帝之曾孙也。 高辛父曰乔吉, 乔吉父曰玄霄, 玄霄父曰皇帝。 自玄, 萧与乔吉皆不得在位, 至高辛即帝位。 高辛与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 自言其名。 普施利物, 不于其身。 聪以知远, 明以察为。 顺天之意, 知民之极。 人而威, 惠而信, 修身而天下服。
取得之才而节用之，辅教万民而立会之，立日月而吟诵之，明鬼神而敬视之。其色欲欲，其德已移，其动也实，其富也是。地库盖直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地库取乘风侍女，身放勋；取居姿侍女，身至。地库崩而至戴笠，地至笠不善，而地放勋笠，是谓地尧。地尧者，放勋。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疏。黄收纯衣，同车乘白马。能明训德，以清九族。九族祭牧，遍张百姓。百姓昭明，和。和万国。乃命西和，敬顺昊天，术法日月星辰，敬受名时。分命西众，居御仪，曰阳谷。敬到日出，便成东座。日中，星鸟，以应中春。其名西，鸟兽自为。生命西书，居南郊。便成南卫，敬至。日永，星火，以正中下。其名阴，鸟兽西阁。生命合众，居西土。曰昧谷。敬到日入，便成西城。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名一翼，鸟兽毛显。生命和。书居北方，曰幽兜。便在服务。日短，星卯，以正中东。其名玉，鸟兽绒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幸斥百官，众公皆心。尧曰：谁可顺此事？放其曰：四子丹朱开明。尧曰：禹完兄不用。尧又曰：谁可者？患都曰：共工旁惧不公，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辟四公漫天，不可。尧又曰：皆四月，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明其忧，有能使智者。皆曰：滚可。尧曰：滚复命毁族，不可越曰：亦哉，是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越用滚。九岁，公用不成。尧曰：皆四月，正在位七十载，汝能拥命，见正位。越因曰：彼得舔地位。尧曰：昔举贵戚及疏远隐逸者，众皆言于尧曰：有今在民间，曰于舜尧。曰：然，正闻之。其何如？越曰：盲者子父顽，母淫，弟傲，能何以孝？真真至不至坚。尧曰：吾其事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斥下二女于归瑞，如复礼。尧善之，乃使舜圣和五典，五典能从，乃便入百官，百官时序。兵于四门，四门木木，诸侯远方宾客皆进。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舜，召舜曰：女谋事智而言可讥，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义。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设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玄机遇衡，以其七政。遂累于上帝，因于六宗，望于山川，便于群神。一五瑞，则吉月日，见四月诸木，班瑞。遂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至于山川。遂见东方君常，和十月正日，同绿度量衡。修五礼五御三伯二身一死未至，如武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弥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便告以言：民事以公，车服以庸。赵时有二周，绝川。象以典型，刘佑五行，
边做观行，铺坐教。行，今作熟行。审灾过，赦户中贼。行，清灾，清灾为行之敬灾。患都敬言共工，遥曰不可而视之公师，共工果盈辟。四月举滚至洪水，遥以为不可。越强请示之，示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顺归而言于帝，请留共工于幽灵，以便北狄；放欢都于崇山，以便南蛮；迁三苗于三围，以便西戎。及滚于羽山，以便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尧历70年的舜，20年而老，令舜设行天子之政，见之于天。尧辟位凡28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3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之子丹朱之不孝，不足受天下，于是乃全受舜。受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受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促受舜以天下。”尧崩，3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知丹朱而知舜，欲送者不知丹朱而知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知中国见天子未焉，是谓帝舜。于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乔牛，乔牛父曰巨望，巨望父曰靖康，靖康父曰穷禅，穷禅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邑，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禅以至帝舜，皆为为庶人。舜父瞽叟亡，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必逃，即有小过，则受罪。舜弑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节。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于雷泽，陶河滨，作石器于寿丘，旧石于阜下。舜父瞽叟完，母淫，弟象傲，皆欲杀舜。舜舜事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舜年20以孝文。30而帝尧问可用者，四月贤见于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归瑞，内行米井。尧二女不敢以贵骄视舜亲妻。舜有妇道，尧九男皆易妒。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于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气皆不苦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止衣与禽，为筑仓廪与牛羊。瞽叟上父欲杀之，使舜上土岭，瞽叟从下纵火焚岭。舜乃以两力自撼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未逆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相共下土拾井，舜从逆空出去。瞽叟相喜，以舜未已死。相曰：“本谋者相相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禽，相取之。”牛羊仓廪与父母，相乃指舜公居，瞽其禽。舜往见之，相恶不义，曰：“我思舜正欲逃。”舜曰：“然，尔其恕矣。”舜父是瞽叟爱地米井。于是尧乃是舜500官，皆至。袭高阳氏有才子8人，是得其利，谓之八凯。高辛氏有才子8人，是谓之八元。此16族者，是记其美，不允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凯，使主后土，以魁百世，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臣。
席地红是有不才子，演绎隐贼，好行凶特，天下未知混沌。少是有不才子，毁性恶中，重是恶言，天下未知穷奇。专虚是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化言，天下未知逃。五，此三足是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晋云是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会，天下未知饕餮。天下恶之，彼之三凶。顺兵于四门，乃留四凶卒，迁于四邑，以御魑魅。于是四门辟，言无凶人也。顺入于大陆，烈风雷雨不靡，尧乃知舜之足受天下。尧老，使舜设行天子阵，巡狩。舜的举用是二十年，而尧使设阵。设阵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高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坠、翼、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禹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月，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目论地德，行厚德，远宁人，则蛮夷律服。舜谓四月曰：“有能奋拥美尧之事者，使居官乡试，皆曰伯禹。谓司空，可美地公。”舜曰：“皆然。”禹汝平水土，为是免灾。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高陶。舜曰：“然。”往以舜曰：“契，黎民始稽，汝后稷播食百谷。”舜曰：“契，百姓不清，五品不逊，汝为司徒而敬夫五教。”再宽舜曰：“高陶蛮夷华夏，寇贼奸诡，汝作事，五行有福，五富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为民能信。”舜曰：“谁能逊禹公？”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舜曰：“谁能逊禹上下草木鸟兽？”皆曰：“亦可。”于是以义为正于义，拜稽首，让于诸臣诸虎熊皮。舜曰：“往矣。”汝邪？遂以诸虎熊皮为佐。舜曰：“皆。”四月，有能点阵三里。皆曰：“伯夷可。”舜曰：“皆。”伯夷以汝为至宗，夙夜为敬，植栽为敬邪？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子，直而温，宽而厉，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义，歌长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能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禹。”禹及时服食，百兽律。五，舜曰：“龙。”朕为祭禅说舔味，朕经朕重，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为信。舜曰：“皆。”女二十有二人，敬哉，为十乡天士。三岁一考功，三考处置，远近重。公贤心，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贤臣绝功，高陶为大礼，平民各服的其实，伯夷主礼，上下贤让，垂主公师，百公至公，一主于山则辟，弃主祭，百谷时茂，弃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木行而九州莫敢辟为，为禹之功未大，辟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共，不失决疑。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府交趾，北发，西戎，西支，渠搜，堤，羌，北山戎，发，西胜，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代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朝之乐，至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于帝始。舜年二十以孝文，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设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建帝位。建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是为陵陵。舜之建帝位，载天子旗，往朝复古叟，睽睽为景，如子道。
封帝相为诸侯。舜子商君亦不孝，舜乃欲见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见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君，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夫其父，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服臣，事不敢专也。自皇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故皇帝位有熊，帝颛顼位高阳，帝喾位高辛，帝尧位陶唐，帝舜位有余。帝禹位夏后而别氏，姓四氏。契为商，姓子氏。契为周，姓姬氏。太史公曰：学者多称武帝，上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逊。见身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载禹问武帝得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于长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见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封教故书焉。总之不离古文者尽是。与观春秋，国语其发明武帝德，帝系姓张矣，故帝服申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兼矣，其意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于并论次，则其言有雅者，故者为本纪书首。所引述赞，帝出少典，居于宣丘。既待严厉，遂勤蚩尤。高阳四位，近身有谋。小大远近，莫不怀柔。元祭帝喾，列圣同修。帝制之地，其号放勋。旧之如日，望之如云。欲移东作，媚古西勋。名扬则漏，玄德声闻。能让天下，贤哉二君。史记下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邑，昌邑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夫昌邑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月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月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元帝视之。于是尧听四月，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设行天子之政，巡狩。行事鲧之治水无状，乃及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诸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羽，而始续鲧之业。尧崩，帝舜问四月曰：有能臣美尧之事者，始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皆然。命禹女平水土，为是免之羽败稽首，让于契。后继高陶。舜曰：女其往事而是矣。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为，其人可亲，其言可信，身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为伟木木，为刚为纪。禹乃遂禹意，后继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土以覆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商先人父鲧公之不成受诛，乃劳身交私，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至孝于鬼神。非公事，至废于沟狱。路行成车，水行成船，泥行成橇，山行成苇。左准神，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碑九泽，渡九山。令亦与众数道，可众碑师。命后既与众数难得之时，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君诸侯。禹乃行乡的以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冀载湖口，至梁及齐。冀修太原，至于岳阳。谭怀至公，至于横章。齐土白壤。父上上错，田中中，长为冀从，大陆继位。鸟移皮肤。家又结石。入于海。冀何为兖州，九河冀道，雷下冀泽，雍举会同，桑土冀蚕，于是明的夏秋居土。其土黑坟，草皱木条。田中下傅真坐时有三年乃同。其共七司，其匪之文。浮于冀洛，通于河。海带为青州，于夷冀略为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细，绝田赤鲁。田上下腹中上绝共言指，海物为错，带犬丝喜千松怪石来一位木，其匪隐私。福余问通于冀海带及淮为徐州，淮夷其志蒙与其大野冀都东原底平。其土赤直坟草木见包。其田上中腹中中共为土五色，与犬下敌一阳孤同，四兵福庆淮夷平。诸暨于其匪悬欠稿。浮于淮四通于河。淮海为扬州彭蠡冀都杨鸟所居。三江冀入镇泽至定。逐渐冀部。其草为腰，其木为桥，其土涂泥。田下下腹下上上杂。共经三品尧坤竹剑尺革羽毛捣一会服，其匪之辈其包局又袭共。君江海通淮四。今集衡阳为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曾以道云土孟未至。其土涂泥田下中腹上下。共羽毛尺革金三品春寒瓜薄利底弩丹为君禄苦三国志共其名包鬼金毛其匪玄勋基祖九江入次大归。浮于江沱曾汉于于洛至于南河。今河为豫州伊洛禅见记入于河迎波济都到河泽北明都。其土壤下土焚炉田中上复杂上中共七司指注其匪欠续袭共庆错。浮于洛达于河华阳黑水为凉州问波济沱曾济道蔡蒙吕平何以抵积其土清离田下上复下中三错共求铁银漏弩庆熊皮狐狸之皮西清阴环是来浮于前于于免入于魏乱于河黑水西河为雍州若水济西今属魏瑞七举济从风水所同今其以吕中南敦物至于鸟树原袭底基至于都也三为济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腹中下共求陵狼干浮于基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魏瑞支皮昆仑西之渠搜西戎集序到九山千级其至于金山于于河湖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西城至于王屋太行长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青朱羽鸟属至于太华熊耳外方铜帛至于富尾到播种至于金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夫浅源到九川若水至于河狸余波入于流沙到黑水至于三围入于南海到河基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右东至于蒙津东过洛瑞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波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播种稻样
东流为汉，右东为沧浪之水。过三世，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会则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汶山到江，东别为沱，右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以北会于会，东为中江，入于湄。到偃水，东为蓟，入于河，亦为盈，东出桃丘北，右东至于河，右东北会于汶，右东北入于海。到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到渭自鸟属铜雀，东会于风，右东北至于津，东过七举，入于河。到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蝉，右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于是九州幽同，四澳寄居，九山旅，九川涤源，九泽寄碑，四海会同，六府盛修，众土交镇，至盛财富，贤则三壤臣服。中国赐土姓，知台得先，不惧政行。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奠服，百里复纳邑，二百里纳制，三百里纳皆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奠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睢服，三百里魁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睢服外五百里药服，三百里仪，二百里采。药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建于海，西背于流沙，朔南济，深教气于四海。于是帝喜与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高陶作事以礼民。帝顺朝，与伯夷、高陶相与与帝前。高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得谋民符合。与曰：然，如何？高陶曰：愚。慎其深修，思长，敦叙九族。众民高义，尽可远在矣。与拜美言曰：然。高陶曰：愚。在之人，在安民。与曰：愚。皆若是，为帝其难知。知人则智，能观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欢都？何谦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高陶曰：然。愚。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使事事，宽而利，柔而利，怨而共，智而敬，扰而义，直而温，俭而廉，刚而实，强而毅，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早夜一鸣有加。日言正尽六德，量采有国。昔受普施，九德贤士，俊逸在官，百利肃景。无教邪淫其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行无用哉？无言底可行乎？语曰：女言志可畸行。高陶曰：余未有之，思赞道哉。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与拜曰：禹，禹何言？禹思日孜孜。高陶难禹曰：何谓孜孜？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皆服于水。禹路行成车，水行成舟，泥行成橇，山行成苇，行山木。禹亦与众数道先识，以绝九川至四海，郡犬快至之川。禹既与众数难得之时，食少，钓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未至。高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禹，帝圣乃在位，安而止？辅德，天下大殷。卿亦以招待上帝命，天齐众命用修。帝曰：欲臣哉，臣哉！臣作正古公耳目。禹欲左右有名，女辅之。禹欲观古人之相，日月星辰，作文秀服色，女名之。禹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华以出入五言，女听。禹疾辟，女匡扶禹，女无面于，退而傍禹。
近似辅臣。诸重禅必臣君。得臣师皆轻矣。语曰然。帝即不食，不同善恶则无功。帝曰吾若丹朱傲，为漫游是好，吾水行舟，朋盈于家，用绝其事。禹不能顺事。禹曰禹取涂山鬼甲，身起于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臣五父，至于五千里。周十二师，外薄四海，贤见五常，各道有功。苗顽不及功，帝其念哉？帝曰道。无德，乃女公婿之也。高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行从之。顺德大明。于是魁行乐，祖考制，群后相让，鸟兽翔舞，萧韶九臣，凤凰来仪，百兽律舞，百官信邪。帝用此作歌曰：治天之命，为时为己乃歌曰：古公喜哉，元首起哉。百公息哉。高陶拜首稽首扬言曰：念哉，虑为心事，甚乃献，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古公良哉，庶士康哉。又歌曰：元首从左哉，古公堕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清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名，度数申月，为山川神主。帝舜见禹于天，未死。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四氏。帝禹立而举高陶见之，且受震焉，而高陶卒。封高陶之后于殷，六或在许。而后举一人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受益。三年之丧毕，亦让帝禹之子起，而辟居稽山之阳。禹子起贤，天下属益焉。及禹崩，虽受益，亦知左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起，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起遂即天子之位，是谓夏后帝起。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护士不服，启伐之，大战于干。将战，作干氏，乃召六卿生之。启曰：皆六氏之人。禹是告女，有护士威武五行，待气三阵，天用绞绝其命。今禹为共行天之伐，左不公于左，右不公于右，女不共命。欲非骑马之阵，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禹则躺戮女。遂灭有护士，天下贤朝。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帝五人，须臾洛瑞，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帝中康立，是谓帝中康。帝中康时，西河免盈，废时乱日，应往征之，作应征。中康崩，子弟相立。帝相崩，子弟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弟禹立。帝禹崩，子弟怀立。帝怀崩，子弟芒立。帝芒崩，子弟谢立。帝谢崩，子弟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弟中立。帝中崩，子弟景立。帝景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谓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是淫乱。夏后氏得衰，诸侯叛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流泪，学扰龙于换龙氏，以示孔甲。孔甲赐之姓曰玉龙氏，受使为之。后龙亦辞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拒而迁去。孔甲崩，子弟高立。帝高崩，子弟发立。帝发崩，子弟履鬼立，是谓桀。帝桀之时，
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皆不务德而侮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求之下台，以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明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见天子位，待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其也。太史公曰：“禹位四姓，其后分封，用国位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南氏、真寻氏、桐城氏、氏费氏、启氏、曾氏、辛氏、明氏、真歌氏。”孔子镇夏时，学者多传。夏小镇云：“自于夏时，共父辈矣。或言与会诸侯江南，济公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稽也。所引数赞，尧遭洪水，离人阻击，与秦沟绪，手足骈之。盐城四载，冻旅四时，娶妻有日，过门不思。九徒祭礼，玄归习资。帝起四立，有户为命。五子作歌，太康师。朕一着思武，下士不敬。降于孔甲，扰龙乖姓。皆比明条，其中不令。史记因本纪。因弃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为帝库赐妃。三人行欲，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运生气，气长而左与治水有功。帝舜乃命气曰：“百姓不清，五品不逊，汝未思。徒而敬夫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气兴于唐，于大禹之际，功业者于百姓，百姓以平。气促，子昭明立；昭明促，子相土立。相土促，子昌若立；昌若促，子曹禺立；曹禺促，子明立；明促，子正立；正促，子为立；为促，子抱丁立；抱丁促，子抱乙立；抱乙促，子抱丙立；抱丙促，子主人立；主人促，子主鬼立；主鬼促，子天乙立。是谓陈汤。陈汤，自弃至汤八千。汤始居伯，从先王居，作帝告。汤征诸侯，葛伯不嗣，汤始伐之。汤曰：“禹有言，人是水践行，是民之志不。”伊尹曰：“民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免哉，免哉！”汤曰：“汝不能尽命，与大伐及之，吾有忧社作汤真。”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兼汤而无由，乃为有身事应臣，复鼎祖，以资位说汤，至于王。道。或曰：“伊尹处事，汤使人聘迎之，吾反然后肯往从汤，严肃忘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室下。季丑有夏，复归于伯。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汤初，见野张网四面，注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昔敬之矣。”乃去其三面，注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得志矣，即禽兽。”当世时，夏桀为虐朕营荒，而诸侯昆吾氏未乱。汤乃兴师律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越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曰：“革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禹为闻女众言，夏氏有罪。禹为上帝，不敢不朕。今夏多罪，天命及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色室而歌朕。’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律止，众立，律夺夏国。
有众律代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与与女皆亡。下得若兹，今振臂往。尔上即与一人治天之法，与其大礼女。女无不信，振不食言。女不从是言，与则躺。陆女无有忧舍，以告令师，作汤氏。于是汤曰吴圣武，号曰吴王。结拜于有松之墟，结于明条，下师拜祭。汤遂伐三斩，伏爵宝玉、一伯、众伯作典宝。汤既甚下，欲迁其舍，不可，作下舍一引宝。于是诸侯必服，汤乃见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太卷陶，中柱作告。祭处下命海伯作汤告，为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无不有功于民，秦立乃是。禹乃大伐及女，无与怨。曰：古禹高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魏姜，北魏冀，西魏河，南魏淮，四独以修，万民乃有居。后继降波，农植百谷。三公贤有功于民，故后有力。习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服禹，有状。先妄言不可不免。曰：不道，无知在国，女无我愿。以令诸侯一引作贤有义德，就单作民居。汤乃改正朔，亦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谓弟外丙。弟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人，是谓弟中人。弟中人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陈汤氏长孙也，是谓弟太甲。弟太甲元年，伊尹作一训，作四命，作卒后。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同宫。三年，伊尹设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弟太甲居同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弟太甲而受之政。弟太甲修德，诸侯贤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加之，乃作太甲训三篇，投弟太甲，称太宗。太宗崩，子卧丁立。帝卧丁之时，伊尹卒，祭葬伊尹于伯，就单遂训伊尹事，作卧丁。卧丁崩，帝太庚立，是谓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弟小甲立。帝小甲崩，帝雍己立，是谓帝雍己。殷道衰，诸侯祸不至。帝雍己崩，帝太戊立，是谓帝太戊。帝太戊立一至魏相，伯有降桑谷共生于朝，一穆大拱。帝太戊惧，问一至。一至曰：臣闻妖不甚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降桑枯死而去。一至赞言于巫咸。巫咸至王家有臣，作贤爱，作太戊。帝太戊赞伊稚于庙，言服臣，伊稚让，作元命。因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中宗崩，子弟中丁立。弟中丁迁于敖，何旦甲居相，祖以迁于行。弟中丁崩，弟外人立，是谓弟外人。众丁叔却不惧。弟外人崩，弟何旦甲立，是谓弟何旦甲。何旦甲时，因父衰。何旦甲崩，子弟祖以立。弟祖以立，因父兴。巫咸任职。祖以崩，子弟祖兴立。弟祖兴崩，弟卧甲立，是谓弟卧甲。弟卧甲崩，立卧甲兄祖。兴之子祖丁，是谓弟祖丁。弟祖丁崩，立弟卧甲之子南根，是谓弟南根。帝南根崩，立帝祖丁之子杨甲，是谓帝杨甲。帝杨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氏而更立诸弟子，
弟子或争相戴笠，比酒事乱，于是诸侯莫朝。帝阳甲崩，帝盘根立，是谓帝盘根。帝盘根之时，因已都河北，盘根渡河南，复居。陈汤之故居，乃无迁，无定处。因民资须皆怨，不欲徙。盘根乃告谕诸侯大臣曰：“习高后陈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免，何以成德？”乃遂设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因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尊陈汤之德也。帝盘根崩，帝小心立，是谓帝小心。帝小心立，因复衰。百姓思盘根，乃作盘根三篇。帝小心崩，帝小已立，是谓帝小已。帝小已崩，子弟五丁立。第五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左。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五丁夜梦的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是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是百公营求之也，得说于复显中。是时说未须弥，著于复显。见于五丁，五丁曰是也。得而与之与，果圣人，举以为乡，因国大治。故遂以复显信之，号曰复说。第五丁即陈汤，明日有妃至登顶而许，五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为天间下典决议，将年有勇有不勇，非天邀民，终绝其命。民有不若得，不听罪，天既复命朕决得，乃曰其奈何？呜呼！王似敬民，枉非天际，常似吾。礼于气道。五丁修正行德，天下咸欢，应道复兴。第五丁崩，子弟祖根立。祖己加五丁之以祥至未得，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荣日。即训。第祖根崩，帝祖甲立，是谓帝甲。帝甲淫乱，因复衰。帝甲崩，子弟领新立。帝领新崩，帝庚丁立，是谓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弟武已立。因复去亳，徙河北。帝武已无道，谓偶人，谓之天神。与之亳，令人未行。天神不慎，乃戮辱之。谓革囊渗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武已列于河渭之间，暴雷，武已震死。子弟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弟已立。帝已立，因亦衰。帝以长子曰为子启，启母见，不得嗣。少子兴，兴母震后，兴未嗣。帝已崩，子兴立，是谓帝兴，天下谓之纣。帝纣资变节疾，文见甚敏，才力过人，守格猛兽，知足以巨见，言足以是非，惊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身，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必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史诗捐作新淫身，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复睡以食露台之前，而迎巨桥之宿。亦收狗马其物，充任公事。亦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至其中，漫于鬼神，大伎乐戏。于沙丘以酒未迟，献肉未淋，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愿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革之法，以西伯昌、九侯、二侯卫、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迎，纣怒，杀之，而海九侯。二侯争之强，变之急，并辅二侯。西伯昌闻之，窃叹。重侯虎之之，以告纣。纣求西伯有礼。西伯之臣，鸿腰之徒，求美女其物善马以献纣。纣乃射西伯。西伯出而陷洛溪之地，以请除炮革之行。
纣乃许之，赐公使符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仲为政。费仲善于好利，因人服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一书。西伯归，乃因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资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姬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救周，恐，奔告纣曰：“天既弃我隐命，假人原归，无敢之极，非先王不相我后人。为王淫越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时，不虞知天性，不敌律典。今我民往不欲丧，曰天何不降威，大命胡不治？今王其奈何？”纣曰：“我身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见以西伯计促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因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以武王约，而谓之天命，乃复归。’纣越淫乱不止，为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降狂为奴。纣又求之，因知大师少师乃持其计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律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依其宝玉衣复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献之白旗，杀妲己。是箕子之囚，封比干之牧，表商容之闾，封纣子五根，禄父以续隐祀，令修行盘根之政。英明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周武王崩，五根与管叔、蔡叔作乱，陈王命周公诛之，而立为子于宋，以续隐后焉。太史公曰：“禹以宋赐器之事，自陈汤以来，采于叔师。器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魏姓有殷氏、来氏、宋氏、崆峒氏、智氏、北殷氏、穆仪氏。孔子曰：“殷鹿车为善，而色上白。”所引数赞，简狄吞矣，是谓殷祖。玄王启商，伊尹父祖。上开三面，下献九柱。炫师太卷，迹象成户。千削匹耕，不长绝土。武以无道，或因射天。地心淫乱，俱见贼。贤九侯见海，炮革新焉。黄月司帐，白旗世悬。哀哉穷士，因似用千。史记周本纪。周后纪，名器。其母有台侍女，曰姜元。姜元为帝库元妃。姜元出也，见巨人姬。心欣然说，欲见之，见之而生动如孕者，居其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爱象，马牛过者，皆辟不见，喜至之林中，是会山林多人，牵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复见之。姜元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亦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书麻、书美，即未成人，遂好耕农，相得之宜，以谷者稼色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器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器，黎明始稷，而后稷播食百谷，风气于台，号曰后稷，别姓稷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促，子不逐立。不逐末年，夏后氏正衰，去稷不务，不逐以失其官而戎狄之。兼不逐促，子居立。
居促，子宫流利。宫瘤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继之业，勿耕种。行得宜，自欺，举度位，取财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喜，而宝贵焉。周道之心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促，子庆竭力，国于兵。庆竭促，子黄仆立。黄仆促，子差弗立。差弗促，子毁于立。毁于促，子公非立。公非促，子高与立。高与促，子雅与立。雅与促，子公叔族类立。公叔族类促，子古公旦复立。古公旦复复修后继，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待之。勋欲戎狄公之，欲得财物与之，以复公欲得的与民，民皆怒，欲斩。古公曰：“有名立君，将以立之。今戎狄所谓攻战，以无的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益？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儿，君之与不忍畏，乃与私属遂去兵，度妻举于梁山，止于其下。兵人举国服老兮。若尽复归古公于其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人，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迎筑城郭室屋，而亦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古公有长子曰太伯，赐曰于仲。太将生少子季，季立取太任，皆贤妇人，身昌有盛瑞。古公曰：“我是当有心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于仲之古公欲立季立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闻声断发，以让季立。古公促季立立，是谓公季。公季修古公一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促子昌立，是谓西伯。西伯曰：“文王尊后继，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人敬老，辞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时以待事，是以此多归之。”伯夷叔其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何往归之？太颠红腰散遗身，玉子新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崇侯虎赠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相知，将不利于弟弟纣乃求。”西伯于有礼，红腰之徒患之，乃求有身世美女，离戎之文马，有雄九四，他其怪物，殷殷必臣费众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示西伯，况其多乎？”乃射西伯，赐之公使符钺，使西伯的征伐。曰：“赠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溪之地，以请纣去炮革之行。纣许之。西伯因行善，诸侯皆来绝平。于是于芮之人有欲不能绝，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尝。于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未止取汝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齐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鱼，明年伐崇侯虎，而作封邑，自其下而徙兜风。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谓武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求有礼，盖亦一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于芮之颂。后十年而崩，是谓文王。改法度，至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望。公既为王纪，盖王芮自太望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赵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序也。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官兵至于蒙津，魏文王墓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严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朱杰、齐立、幸哉与吾之，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必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上复号曰总耳仲术，与耳周吉，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抚取以祭。祭渡，有火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屋，其色赤，其身破云。是时，诸侯不齐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求姬子。太师疵，少师强暴其乐器而周。于是武王便告诸侯曰：“因有重罪，不可以不必罚，乃尊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必渡蒙津，诸侯贤会。曰：“孜孜无待。”武王乃作太师，告于众庶。今因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镇，离其王父母地，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身，用变乱政身，以说妇人。故今与发为共行天罚，免灾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是武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毛，以徽曰：“远以稀土之人。”武王曰：“皆我有国种君，司徒、司马、司空、雅吕、师士，千夫长、百夫长，及雍、蜀、羌、柔、为、卢、彭、仆人，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与其事。”王曰：“古人有言，聘鸡无成，聘鸡之成为家之所。今因王纣为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四祀不达，弃其家国，移其王父母地不用，乃为四方之多罪，不逃事。从事长，是信是使，彼暴虐于百姓，以奸诡于商国。今与发为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其焉，夫子免灾。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其焉，免灾，夫子。上环环，如虎如皮，如柴如犁，于商郊不遇客，以易稀土，免灾，夫子。耳所不免，其余耳身有禄。是以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乘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上覆与百夫致师，以大促持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即入。纣师皆道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持之，纣兵皆崩叛纣。纣走，反入登于露台之上，蒙衣其疏欲，自焚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挥诸侯，诸侯必拜武王，武王乃依诸侯，诸侯必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闲呆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与商百姓曰：“上天降修，商人皆在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献大白之旗，以而致纣之婢妾二女，二女皆惊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即以剑斩以玄钺，献其头小白之旗。武王以乃出父君，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公及其百夫和罕其以先驱。武王帝叔振夺奉承长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加武王。
散宜深，太颠，红腰皆直见以为武王。既入，立于涉南大促之左，右必从。毛叔镇奉明水，为康叔封布资，赵公事赞采，师上复迁。深，引一家注曰：因知莫孙继纣，舔废先望明德，武灭神止不嗣，昏暴伤益百姓。其彰显文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因更大命，革因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纣子路父婴之于民。武王为婴初定未及，乃使其弟管叔先、蔡叔杜襄路父至婴，以而命赵公事箕子之囚，命毕公事百姓之囚，表商戎之驴，命南宫扩散露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平若蒙利，命南宫扩使一斩九鼎宝玉，命红腰封比干之墓，命宗助享辞于君，乃罢兵西归。行寿，继正事，作武臣，封诸侯，班赐宗，作分阴之器物。五，王追思先圣王，乃封神农之后于郊，皇帝之后于柱，帝尧之后于季，帝舜之后于臣，大禹之后于启。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上父为首封。封上父于营丘，曰齐；封地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赵公氏于燕；封地叔先于管，地叔度于蔡。于各以次受封。武王征九牧之君，登兵之父，以望商议。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及王所，曰：何谓不寐？王曰：告女为天不响应，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迷路在目，非鸿满也。天不响应，乃今有成。为天见应，其灯明明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冰灭，以至今。我未定天宝，何暇美？王曰：定天宝，依天事，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寿日也。劳来定我稀土，我为显福，即得芳名。自洛瑞言于伊瑞，居亦无故，其有下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月壁，故瞻有何？月瞻洛伊，无远天事。瀛洲居于洛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墟，掩干戈，振兵士旅，是天下不复用也。武王以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一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及，群公惧，募卜。周公乃服斋，自谓直，欲待武王。武王有抽，后而崩。太子宋代立，是谓成王。陈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叛周，公乃设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五根作乱，叛周。周公奉陈王命，伐诸五根、管叔，放蔡叔，以为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于民，以封武王少帝封为卫康叔。晋唐叔的家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河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必定，故初作大告，次作为子之命，次归河，次家和，次康告，九告子才，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正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陈王在封，使赵公复迎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补身世，促迎住，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李君作赵告、洛告。陈王既迁殷移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事，无益。赵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怀疑，残衍，迁其君薄孤。陈王自衍归，在宗周，作多方。既处殷命，袭怀疑，归在封，作周官。
心正理乐，度至于世改，而名和睦，宋身心。成王继伐东夷，袭圣来贺，王赐荣伯作会袭圣之命。成王将崩，惧太子昭之不任，乃命赵公、毕公律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继崩。二公律诸侯以太子昭见于先望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义，勿再节俭，吾多欲以笃信陵之，作故命。太子昭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便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告。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陈周郊，作毕命。康王卒，子昭王遐立。昭王之时，王道为缺。昭王南巡受不反，卒于江上。其卒不复告，会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敏。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囧申借太仆国之政，作囧命。复宁。穆王将征犬戎，季公谋复谏曰：“不可。先望要得不官兵。夫兵急而时动，动则危，官则顽，顽则无政。”是故周文公之颂曰：“宰及干戈，宰高公使，我求一德，四于时。下允王保之。”先望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后其性，复其才求而立。